你肯付钱，就代表你承认家己确实犯下罪行啊，对无？小姐，我甲你根本都无熟识，我嘛唔知为虾米你会选着我。好啦，算我衰啦，我愿意开一点仔小钱来消灾解难，啊，不过要提醒你，见过了。你若是把我当作一只肥羊，会用任你宰割，你就错。你是不是肥羊？我无兴趣，这样嘛跟我无关系啦。今日你的举动，我更加伤心。你确实有病。你陪我来底创啥？我唔知道你在讲啥。你得到我的音是不是？麻烦你交出来。无唔对，我写落你的音。国家一项证据在我的手头，你肯付钱。就代表你承认家己确实犯下罪行啊，对无？小姐，我甲你根本都无熟识，我嘛唔知为虾米你会选着我。好啦，算我衰啦，我愿意开一点仔小钱来消灾解难，啊，不过我提醒你，见过了。你若是把我当作一只肥羊，会用任你宰割，你就错。你是不是肥羊？我无兴趣，这样嘛跟我无关系啦。今日你的举动，我更加伤心。你确实有病。你讲我有病？无唔对，你主动约我出来，想要用钱来赎你进前的罪。啊，不过你又搁唔肯承认你进前所犯过错误，搁坚持讲你根本都唔捌我。既然连人你都唔捌啦，那安尼你想怎要付我钱？你这不是自相矛盾是啥？我只是希望你莫去公司乱。小姐，我捌讲过，你若有证据，欢迎你来告我。啊，不过我无希望你用这种散布谣言的方式来中伤我。我无中伤你，我讲的拢是事实。好，我无想要浪费时间甲你花啦。照十万块现金，你摕去，就当作我烧金纸送亡魂。我这只亡魂，敢是一头金纸就会送走？那安尼，几头才会甲你送走？滚！甲我去警察局自首。是呢，你甲我强暴。我前目睭看到你用定罪判刑了。我自然会走，来把我巴肚内底个钱摕。刷来，咱嘛钱无够，水无流啊，安怎？你陪我内底创啥？我唔知你咧讲啥。你得到我的音是不是？麻烦你交出来。无唔对。我写落你的印，搁加一项证据在我的手头。无啊，无可能。请你莫逼我动手。你敢？大娘，你莫袂乱来哦。原来又搁是一个设计好的圈套。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为虾米安尼设计针对我？因为你是一只伤天害理的禽兽啊！冯先生，冯小姐伊就是烦恼伊一人出来甲你见面哦，你会对不利啦，所以才会请阮两个暗中甲伊保护啦。原来你真正要对伊起甲动手哦，你无看到伊手头提啥物件是？相机是你安尼做？我当然有顾虑这点，林志玲，除非你即马肯自首认罪，啊那无，我敢保证，一定还过第二届、第三届，总共一句。我无亲目睭看到你付出代价身败名裂，我是无可能会放你煞的。黄先生，我咧听我的口供，去自首认罪啊！请你听清楚，我无犯罪。真正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看你录音的啦。牡丹还佫伫我的手头，这是可比。冯小姐，你的代志，阮做嘛拢已经甲我讲清楚啊。你放心，我以律师专业的态度甲能力，全力甲你斗相。多谢。冯小姐，吴先生，你是我的温情人，叫我嘉义就好啊啦。嘉义，是不是麻烦你去替我做一件代志？吴先生，你有啥物吩咐，照你讲。我一定会尽全力。小姐，咱敢若无约吼？请问你是叶小姐？我是彭嘉怡啦。
我今日来是专工送一项物件要来给你的。这是啥物？你先听内容，我伫楼下咖啡厅等你。你若是有兴趣了解内容的真相，就来找我。小姐，为了你的电话。哦。喂。歹势，我也是感觉伫个遮讲话较方便，嘛较秘密，所以决定请你起来。歹势啦，我无介意啉酒。啊，我袂记哩，你伫个录音带内底有讲，你已经有心啊。黄志忠，敢真是有甲你强暴？讲唔着。黄志忠，伊有要给你十万块，希望会当收平这件代志。是安怎你唔肯接受？是毋是因为数目伤少，你无满意？就算讲伊花过遐侪钱，我袂接受，我也无可能放伊煞。那你请问，你摕这块录音带给我，主要的目的是啥物？叶小姐，根据我所知影，黄志忠。你是一个性变态，伊下手的下一个目标，真有可能就是你呢？咁安尼？啊，不过我对伊的印象真好，伊看起来一切拢真正常，并不是像你所形容的安尼，是啥物性变态的人？叶小姐，你千万别被外表骗去啊啦！伊根本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啊！请问，是啥物人指使你安尼做的？无人指使我，是我家己决定要安尼做的。你讲白菜，你唔相信我的话？文小姐，请问，进前咱敢有熟识？看你的清茶讲话，嘛无亲像是阮生理场上的人。无唔对，我无踮伫台北过，嘛袂晓做生理。最近我甲黄志忠常常你联络是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拢是私底下你进行的，知影人并无多。今日你忽然间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摕这块录音带给我，表面上是好心，要劝我爱注意黄志忠，实际上动机是真明显。你怀疑我有啥物动机啊？一方面是超过伊中伤黄志忠的威能，另外一方面。是希望我会因为这块录音带，就停止跟黄志忠的接触，对不？你安尼问我的口气，那亲像我是好心给你指麻绳。本小姐，你表面上好心，我绝对真感激。啊，不过我搁较有兴趣知影的，是家你摕这块录音带来找我迄位总经理。本小姐，真有可能。你已经被这位总经理利用了。孙小姐，生理场上为着要达成目的，不择手段的你敢我鬼，我看太侪啊。所以你的一面之词，我根本袂相信。除非你用个真坦白甲我讲，指使你的人是啥物人？我再讲一次，无人指使我，若是你不相信哦，录音带还我啦，你就当作我无来过。若是讲刷落来，你因为唔肯相信我，吃亏碰骗去哦，迄就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啦。再见。